康师傅墨艺，清香优雅，近距离。我想跟季军永远上舞台。什么？永远上舞台是啥意思？第一次小考试你不是跟我一起吗？然后这次我也会跟你一起，然后下次我们也一起，好不好？就你站最右边，站最左边，我站中间。跑得快吗？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吗？快，跑得快啊！好的，我们就趁势再看一组《爱上未来的你》吧。来，三二一，上！呀！好朋友，所以就想小考一起上，不会太紧张。其实按理说的话，冲一波我觉得是目前来说最适合我的，但是他那个动作吧，一二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我在练习室的时候，我练那个动作，我停住了以后，我的肉还在晃，所以我觉得他做不到干净利落这一点。所以我真的很想学。爱上你，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很爱你。准备一心，精心，精心，动魄，动魄，我，我知道自己，哇！一直滋滋滋滋，你慢一点，你再慢一点，哇！是啊。知道自己很爱你，全对，完美。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们太懒了，很感谢大牛。我好喜欢他，他帮我很多事，你知道吗？我跟他在一起啊，很好。然后我问大牛为什么你喜欢我呢？然后他说因为你有很多吃的。相信。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Pam， 你是怎么想到要选这首歌？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 rap 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一边唱一边跳，我可能不会唱得那么好，所以我想挑战自己。还有，我真的很想唱中国 rap， 我觉得，中国 rap 挺好听的，所以我就试一下。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每一个字基本上都是对的。谢谢老师。感觉你应该是练了很久这个歌曲。是的。对。哦，我要谢谢大牛帮我很多 rap， 谢谢大牛。没有关系 ，my friend。I love you, my friend。Yeah 。你
们的唱是比较完整的，可是因为你们前一组太强了，所以可爱的程度对我来讲是有 一些差距，是有点僵硬的。其实那个东西你可以做的比较极致一点。大牛的可爱我觉得它不是你的极致，我感觉你一定比这个可爱五倍。我就心里想眼睛可真毒，我真的我是全我觉得舞台表现力确实是应该被锻炼的，我自己就是这方面不太好，然后在舞台上动作也不多，是通过后期有很多演出机会才慢慢的知道怎么在台上更能够带动观众的情绪，让大家更加知道你这首歌在表达什么。贴心的随着敲声蹦蹦蹦，充满了蠢蠢欲动咚咚咚，让人是敌人如火猛猛猛，风风来气沉浪高浪矮，做摔翻了困难又没带的险管，看我们保持最后姿态。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唱好像也 OK， 跳也 OK，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都没有把个人特色抓出来。有的时候那个舞台你一定要不能让台压过你，像你要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挺难的，你要想让大家快速地进入到你的情境当中，其实是需要不管是舞台的秀的设计还是你的眼神表情这方面还是很重要的，表演差不多一半的重要性。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爱上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可能你们太注重那个跳的部分，我觉得那个唱的部分有点不见了，我感觉单说跳舞的话应该他有他自己的诠释，但是我们看的又不是舞蹈比赛，还是看他整个感染力，就是我们考的那个舞台上的，其实它有点像台风的一个东西，是培养选手们这个技能。